我们在这里吃饭，吃到肚子痛，吃到路上吃饱。实习啦！这种情况应该是嫉妒，因为他人胜过自己而心生妒恨的状态。这次你在讲什么屁呀？是哪家公司出的？你以为这么做，我又会逼上我的眼睛吗？ 我可还没有结束。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欢迎来看演出。